乡的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吼，因为我还有课啦吼，我后日迄个下晡点外，我还有一个，还有一节课。啊，明仔载吼，足精彩，要甲咱讲台湾的宗教。明仔载，咱的国父卿要甲咱讲要怎做官。明仔载，迄个郭牧师要甲咱教讲台湾的历史。明仔载有几啊节课？包括迄个阿元会甲咱讲，咱是对一国的人，等等这问题，啊，搁咱军长拢会出来讲话，所以这个询问这三天是绝对值得。啊，你若感觉讲你的朋友内底有啥物人，你已经无管无限啦，叫伊来询问，歹势，询问的名单我报给国，希望报给国，伊来甲你报好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意思是讲，美国政府既然有心力来帮忙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，咱家己本土台湾人嘛爱做一个啊样给伊看。但是你千万你的心思唔通变到讲，我支持这个也好，我支持。明仔载再直接讲讲，啊，明仔载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。真正害了，我即马上惊就讲，有一天咱要美国谈判。咱派代表，含美国派代表，坐落去，恁人千万你着人讲，我讲这是谢长廷。谢长廷选总统的时候吼，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国防部改叫，八九个改金正日。阮台湾人吼，你自觉啦，自觉啦，你是自治哦，自觉啦。阮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美国跟外界讲，美国谁敢讲？我们对谢长廷不信任。谢长廷感觉足好个，伊讲伊安怎是安那？我你有讲起来无？伊惊死我，你来知？美国看讲，伊安尼变啦？我你唔通阁讲自觉，你嘛唔通阁讲独立。我讲变哪讲？讲建国。虽然拄仔开始叫做自治，讲自治台湾人还阁听不着。你讲建国怎听？讲建国会使讲。建国会使讲。这是讲公投吼，这个公投护台湾这种，这公投拢无可能，因为两种人嘛，一种中国人，啊，一种本土台湾人，你是变哪公投？对。要求建国。咱等下九点半吼，要有点心好哪食？受训吼，无食较好嘞吼，这个脑筋用足多嘛。所以呢。阿爸，恁即摆心情，阮第一期哦，偌艰苦嘞！你知温度几度？六度啦！好受啊！第一期的吼，足艰苦的，六度的温度啊，而且你受不了。啊，第二期的，好，啊，即第三期即摆足受热啊，我咧过热呢，过流汗。啊，我来甲各位报告，我明仔早起吼，甲明仔下晡的五点以前，我来请假。啊，但明仔因为无外用。哦，啊，但是我五点以后我会做，因为明仔载吼，啊，这个都习俗啊，阮这阮家的家族吼，要来阮爸爸的墓吼，阮爸爸是因为我，伊是做督察，是军人官吼，啊，伊为着要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啊，车祸过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吼一直有迄个耐心的一点。我说你是国小还是国中？啊，我愧疚啦，就是我感觉有罪恶感。所以每一年的那个清明吼，欢庆节，啊，本来虽然是安尼来讲吼，我嘛是感觉我上有歹听的。我等下10:57的最后的这个高点吼，就去加伊，才等于投票。所以今日呢，的课吼先上到这，后日迄节课绝对更加精彩。所以今日非常多谢各位，啊，这本册。你有时间必定爱看，我阁甲你讲一摆。啊，这本册起码是安尼啦吼，我毋是你做啥物吼，你就是交册，甲咱买册的这个钱，毋是啥物人收。你知影咱为着装潢车，这办公室嘛拢也袂装潢。咱对外无款，咱拢靠咱家己存一撮钱。啊，咱这个册，这一本是1000块啦。
但是你若买十本，只剩5000块。但是5000块你爱卖，你要卖的时阵吼，一本等于500块嘛。你要卖的时阵，一本你就爱卖1000块，你袂当甲我降低。啊，无你就送伊。这是我的关键。我意思你听有无？你卖，你若买多，互你买一本。啊，你若有朋友，互你的朋友看，你买十本，你一摆还交5000块。啊，这浙江你要怎摸着你？用寄，用甲你寄到你恁家。啊，你一只先提一本，这两天啊，小赚，看你随便，这三天一样赚。啊，所以今日的课吼，讲到这出来，谢谢，多谢各位。谢谢。杨磊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感谢老师。